各位三居士，这一次我们的专题是阿含圣典宣讲里面的题目叫做解脱道是根本观行为了跟大家介绍什么是解脱道解脱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怎么要达到我这个目标，怎么去观，怎么去修那么一般大家都知道解脱道菩萨道菩萨道跟解脱道是同不同，里面的关系，它的意义我们讲了两堂第一堂第二堂，接着我们正式讲到解脱道的观行，观什么观色受想行识五阴，五阴无常苦空非我这个已经讲了两堂课今天我们来讲观察我们要观行嘛，观察什么？三世之法无常苦空非我大家看着这个《杂含五音颂》第八经如是我闻，欲使佛智摄为国，其事即孤独远还是什么计划？那么尔时世尊告知比丘，各去未来世无常，况现在世，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各去色，不心未来色，于现在色愿离欲正相灭尽。如是各去未来受想行识无常，况现在识。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各去世，不信未来世与现在世，愿离正相灭尽。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一部经就是这么简单几行，简单明了我们说一切法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身罗万象以佛教来讲，最根本的不出色受想行识的五阴那么我们说要观观一切法，现在一切法，过去一切法，未来一切法，没有例外的，都是无常苦空非我。那么道理是很明白的那么为什么这是无常的为什么是苦，为什么空无我？那我们这样的观无常、观苦、观空、观无我有什么用？我们说，这个假如观无常、观苦、观空、观无我，就带给我们的消极、悲观，那对我们人生就太没有意义了。可是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如果能够关照三世一切法，
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啊，你对过去不会眷恋啊，这好像这个天天念念不忘，牵肠挂肚，产生烦恼，产生苦啊，对未来也不再有所心求啊，对于现在那不用说了啊，产生怨离，产生离欲，产生正向于灭尽涅槃的目标啊，人很清楚的啊，年轻人啊，活在未来，将来的前途多么样的光明，多么的美妙啊，憧憬未来啊，这心求未来。那么老年人呢，回顾过去啊，一天到晚活在过去之中啊，这都是没有用的，过去的光荣，过去的悲哀，过去一切都成为过去啊，不可能再啊挽回的了。未来以佛教来说，未来是一个不定之法，未来不可知，未来会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我们是猜测猜测啊，正如同我们猜测天气啊，他是专家在专业的，有这个仪器在这个吹，事实上天有不测之风云，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的啊，未来不定法，那这个准确性呢，但是这个很难说。那么现在啊，就是人的情爱就是这样，从过去，过去已经过去的做梦也好啊，只要这个脑筋一停下来啊，没有事做，你就想到过去了。不想过去，当然要想到未来。现在，所以经典里面在形容众生的爱啊，顾念啊，念念不忘你的过去，未来又不断的去这个心求啊，希望将来什么样子，你的这个前途，你的功名啊，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想这些问题。现在呢，对于现在呢，又啊念念不忘啊，这放不下。那么现在啊，佛所告示啊，圣弟子要学习做圣人啊，追随圣人的脚步，往解脱道走的人啊，你要这样的观，观无常，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五阴无常，就代表了一切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啊。那么这样的观，你就能够啊产生厌离，能够这个离摆脱种种烦恼，向着涅槃解脱的目标来前进。好、哦，那么就是经文是一个色，那么就受想行识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能够这样的观啊、哦，你就能够达到啊、哦、修学佛法的目标啦。啊、哦，各位比丘们呐、啊，听到佛陀所说，欢喜奉行，就这么讲。啊、哦，那现在
我们要根据啊《瑜伽师地论》来解说这个问题啊。那么这《瑜伽师地论》是这么对这部经啊，它是这么解说的：与诸行中有事决定，一切万事万物，一切无这个一切法，一切的存在有四样是决定的啊，没有例外的啊，不是也许吧，不是也许，决定的。第一，无常决定；第二，苦决定；三，空决定；第四，无我决定。百分之百肯定是如此的啊。那么现在进一步来解说，为什么知行无常是决定的？一切是无常啊，现在、过去、未来啊，现在的啊，我们面临的所看的一切法啊，为什么是无常？根本的前提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从因缘而生，是因缘而生的，不是自己这样子的啊。你一切法的存在，没有一法能够离开因缘而存在，不能离开因缘而存在。既然是因缘所生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决定不是实有的啊，本来没有而现在有，本无今有啊，已有还无，现在有了，经过一段时间又归于消失掉了哦，所以现在是无常。为什么无常啊？这是从佛法的根本原理，一切法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啊，不是自生，没有实在的主体啊，本来没有的因缘具备了，所以现在有了。那么因缘一旦离散了，已有的又还归于无啦，这是第一无常决定的理由。第二，苦决定，诸行苦性是决定的。为什么现在的一切法啊，现在的一切法啊，这个啊苦啊是不可改变的，过去的是已度苦，已经过去的苦，未来的呢，一切诸行是未知苦，还没有到的，而现在的一切诸法、一切诸行是现在苦啊，不管过去、现在、未来，你现在盼望、盼望、盼望明天，盼望明天会更好，谁也不知道。但是从佛法根本来讲啊，这个苦是无常的，必然是苦的，这苦也是决定的。那么第三是空也是决定的啊，诸行一切法都是空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那这个也是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啊来分析啊，未来一切法
没有道德啊，未来法啊还没有，其性非有，根本没有这东西啊。因为未来的一切法它的自性非有，还没有，所以说它是空的。那么过去的呢？过去的是不是空呢？过去一切法一切性，它的性已经消失了，已经灭了，已经成为过去了。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已经灭了，所以过去也是空的。那么现在一切诸行一切法虽然没有灭，你说现在我们看到孙罗万象呢，是一个存在，在凡夫的心目中啊，在夜，在这个无明大梦里面，清清楚楚啊，都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呢，当我们觉醒过来的时候，从梦中醒过来的啊，梦，美梦也好，噩梦也好，根本不是没有的啊。如同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啊，这句话大家很清楚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这个绝后空空无大千。那么就是在无明大梦还没有觉醒过来之前啊，明明有六趣，有天堂，有地狱，有鬼道，有畜生道，有人道，有人在享受快乐，有人在受苦啊，在梦之中一下子的梦到啊，中了乐透奖了，开心的不得了。好，一下子呢被人追杀的满身大汗啊，啊，恐惧的不得了。可是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还是就是倒在床上，在那睡大觉。那么同样的道理呀、啊，我们这个无明的众生，在没有体悟真理、没有见道之前，样样都认假当真，每样都是当是真的啊。只有从大梦醒过来了，觉悟真理，见了诸法的这个这个空性。啊，也就是圣意最高的真理，那么这个一切法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一切诸行一切法虽然没有灭，可是从佛法来讲啊，从佛法的最高真理来讲啊，当我们体证诸法的圣意的时候，就远离了这一切，这一般认为千真万确的，其实都是如幻如化的啊、哦、所以它是空的。这是啊，无常决定，苦决定，空决定啊、哦、那么第四点，无我决定，诸行无我决定。为什么未来之行没有道德，一切法不是我啊，未现前故，根本还没到，摸不着啊，虚无缥缈的，这是说未来的。那么是过去的呢
啊，过去的一切诸行，诸行无常，过去诸一切诸行也是无我，一切法都是不是我的，已经过去了。啊，覆水难收，没有这么东西的实体可得了。那么现在诸行，现在的一切法啊，这个啊，这个不是我，看来好像有这个东西，其实啊，都是因缘和合啊，这个都是一种事实的假名。哦，那么观念最空呢？我们上一次讲到叫中观呢，再清楚不过了。啊，空，一般人会说啊，没有，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不是没有东西，是没有住性，没有实体。啊，所以佛门啊，又站在中观的立场。啊，对有空两个这个名词是很清楚的。啊，那我们这个念心经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也就是有也就是空，空也是有，我们觉得是矛盾，我们想不通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必须啊，从这个佛法的根本论体二谛、世俗谛跟这个圣义谛两方面讲，也就是真谛跟俗谛。站在世俗谛，也就一般啊凡夫的常识的一个境界啊，一般人的程度来讲，一切都是有啊，有人有天有地啊，有烦恼有生死啊，一切的一切，一般人所追求的是说啊，这个声香味触，我们叫五欲，这个都是有。可是我们一个有字啊，必须加上一个特别啊，才这个显示来形容这个有，是一般人是凡夫的境界。啊，是啊，如幻假有，是世俗的假名有。啊，那也就是说，啊，以梦跟醒，这个一个人白天跟晚上来讲，夜里做梦有没有？对于做梦的人的本身来讲是有，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从大梦醒过来的人才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啊，虚幻的。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有事实假名有，缘起如幻有，讲它的住性，讲它的实体，从最高的真理，从圣人的境界来讲，它是空的，毕竟空，没有一样东西是实有的。那么也许有的人说，那么世俗谛一般人认为如何如何啊，是不是有自性呢？就是讲到这个空不空，自性空，自性不空啊，自性空，我们说圣意毕竟空，在最高的真理圣人的境界里，一切法都是空的，
都是没有自性的。那么我们说有缘起如幻有，那是如幻有，事实假名有是假名有。那么这里事实地有没有住性，在中观的性空立场来讲，事实地也是没有住性的啊，不是说有啊就一定有住性啊。圣意地住性毕竟空，事实地住性也是毕竟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是说啊，这个佛法讲空讲无我啊，你看从那个角度来讲啊，如果从缘起的现象啊，不从诸法实在本体讲，而从这个啊一个现象啊，也就是从事实的事实地这方面来讲，那我们可以说啊，它是一个存在。我今天我做好事做坏事，做善业造恶业啊，实在的我是不可得，可是假名的因缘所生的，正的假名来讲，我们还是不能否定的。所以讲到这个无我，讲到空呢，啊，这佛门里面的基本的常识啊，一定要这个把握弄清楚。那么现在啊，讲到苦的、无常的、空的、无我，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啊。那么在这个《瑜伽师地论》还讲到啊，一切法、一切诸行决定是苦啊。为什么决定是苦啊？因为是生的，是因缘生的啊。那么苦，你说我现在开心得不得了哦，我现在在享受快乐，那么享受快乐难道也叫苦吗啊？那么一般讲啊，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啊。现在非常开心，乐，欢喜的不得了，欢喜喜。现在忧愁，现在很苦恼啊。那么有时候就也不觉得苦，也不觉得乐，也无所谓忧，也无所谓喜啊。这是一般人啊，在入场生活之中就很清楚感受到的。那么佛教是这么，你说苦，苦都不得了。那么佛教来讲，这叫什么苦？苦苦，本来就是苦，苦上加苦。啊，那么现在在快乐，在享受，是不是也是苦呢？啊，这些乐终于会坏，终于会成为过去的。所以这个快乐的享受、乐受，佛教里面讲的苦叫做啊，这个啊坏苦，终于会坏的，终于会成为过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不苦不乐。啊，不苦不乐是什么苦呢？佛教叫做行苦。所以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啊，虽然有不同的啊一个感觉，可是从他们本性来讲啊，毕竟是
是苦的啊。那么现在说无常是决定的，在这里面就说有两个这个相状来说明一切都是无常的，因为过去的一切法已经灭坏了，过去已经坏了，那未来的呢？未来的苦也是必然的，也是要消失、要败坏的，所以无常是决定的，苦也是决定的，空也是决定的，那么在这里空，从诸法的本体自性本来就是空，那个是我们一般无明众生不能见真理啊，这处处认假当真啊，等到有一天从无明大梦这个醒过来了，观照五阴啊的这个一切法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而真正证得空性啊，那么无我无我所，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那我们一切法毕竟空，没有修学佛法之前，还没有证悟之前，样样都是认为是有的，因为是有，才带来无量无边的这个烦恼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啊，只有断尽了一切烦恼啊，心得到解脱了，那这些烦恼才知道它是空的。没有证得空性之前，没有断烦恼之前啊，烦恼就是烦恼。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啊，你见了空性，烦恼当下就是菩提。你如果为烦恼所系缚，你不能体悟到诸法无常、空无我，你烦恼清清楚楚的啊，为了烦恼就是系缚啊，那么一切法是无我的，是空的啊，主要的、最根本的道理，从众缘所生，众缘所生的。我们说我是什么？我是自由自在的，我要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所以在佛门里面就是我字啊，不是我你他这个代名词啊，而有它的一个这个特别定义。为什么说众生无我，缘起无我啊？这是要从佛法的啊这个究竟真理来讲啊。如果是我，真正的我是永恒不变的啊，能够这个自己做得主啊，能够支配别人，支配一切啊。还有你要什么样就什么样子，能够得自在。事实上一个人来到世界，每一样东西啊，没有一样东西自己可以做得主，可以支配别人的啊。这个没有一个人真能够彻底的啊解放解脱自在的。所以啊，现在佛陀很清楚的开示我们，这是一个
根本解脱道的观行啊。假如不这样的观，不这样的修啊，那永远与佛法无缘，与解脱无分，名有缘也没有分，有时候有缘无分，分缘也没有，分也没有，啊、哦，什么都没谈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这个论点里面还讲到无常、苦、无我。无常、苦、空、无我，这是谈到呢，就是我们解脱、求解脱啊，解脱修行的过程，它有一个这个触地的，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哦，不是一般学佛的人啊，一步登天，一步想登天，啊，念几句佛，啊，那就说啊，成佛了，顿悟成佛，即身成佛，啊，没有那么容易的。佛陀在经典开示我们，什么样都是，啊、哦、啊，要这个按照这个啊这个触地，有它的步骤，啊，是不能这个啊超越的。那么现在讲无常、苦、无我。啊，这也是一步一步的。怎么说呢？首先，在一切诸行之中，啊，什么叫做诸行呢？一切造作的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啊，都是变化不居的，嗯，色受想行识的因。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处，啊，地水火风空四的六界，这一切诸行，啊，首先观照它的无常，啊，在时间上清清楚楚的看它的变化，啊，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从这里面呢，起无常智，升起无常的智慧。好，我们开始观，还在这个修学的过程，我们就在观，但观成就了，就变成个智慧。啊，所以佛门里面说见、观、智，有时候都是一样的。啊，那么现在讲无常智，由于观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啊，从无常的正观之中而升起无常的智慧。那么有了这无常的智慧，啊，才能够知道一切诸行的生灭，啊，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透彻的，啊，就知道一切都是生灭的。所以，啊，无常观无常而产生无常的智慧，这是第一步。其次呢，苦。啊，其次就是在一切啊这个诸行之中观察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这个都是一个因缘，
是因缘所生的，是免不了缺陷，免不了种种的这个劳苦，所以啊，这种苦的智慧要从无常的智慧而后产生。那么在座各位，你知道世间是苦吗？是啊，那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是我们啊过去讲这个四圣，这啊四圣地讲到的，一个人不知苦，你就不可能去啊断除啊遭感痛苦的种种烦恼种种因素。既然不知苦，不想断集，那你会去修道吗？你会去修行吗？你不修行就不可能得到解脱那把目标，这必然的。那么我们说知道了，我们已经受苦受过了啊，从年轻啊，年老啊，老年苦更多了，老来病更多了，这是必然的。我们知道苦，可是在这里一般所想知道的知苦，只是在感觉上，在情意上觉得很苦，但是不是真正的知苦。真正知苦，你必须有这苦的智慧。换言之，我说这个知苦不是感性的，不是一时的，而是理性的、智慧的、彻底的，哦，这样的个智慧才叫苦的智慧啊。那么今天我们听闻佛法，知道五蕴啊，一切得一切法啊，这个生起来啊，生起来，由生而老，病死，忧悲恼苦啊。那么生死的缘起，生死的流转，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到自在的。你说每个人都要上升天堂，以佛门来讲说，每个人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么就是要到西方，不说我想去就去了，要上天堂，不说我要上天堂就去了啊，不由得你的，你不修啊，你要往生净土，要上升天国是不可能的。那么从现实的人生来讲啊，面临的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希望啊拥有无尽的财富，拥有崇高的地位，拥有啊美满的眷属，拥有长寿健康啊，种种富乐的享受啊，财富得来不易，地位的争取追逐也是来之不易，一个家庭要得到美满也都是非常的艰难。所以世间啊，一切在因缘的掌控之中啊，世界不是你一个人世界啊，
不是你说话就算话了，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在重重的关系无尽的这个种种因缘之中啊，这种不得自在呀、啊，啊，不得自由自在呀、啊，所以佛教说是无有我的。好、啊，那么这个无我的智慧啊，以这个修解脱道立场来讲，要先有苦的智慧。你如果不吃苦，没有苦的一种真正智慧，是不可能得到无我的智慧的。所以佛法，无边的佛法最重要最强调的就是一个智慧啊。我们讲无常苦空无我，不是口头上这么讲讲而已，不是一个名言概念啊，就在这脑筋里面啊，这样动一动想一想啊，我了解了，我知道了什么是无常，什么是苦，什么是无我，什么是空啊，这是要一番啊恳切的啊认真的啊去修啊啊观啊，观到最后的这个无常的智慧也升起来了，无常的智慧升起来，苦的智慧也接着升起来了，有无常苦的智慧产生了，无我的智慧啊，就啊这样啊起来了。那么见了无我，见了空性，你修行啊。就到家了啊，不在门外徘徊啊，这个跑码头啊，来来回回的这么观望。那么今天呢，真正进大门了，进到解脱之门啊，所以这里啊，我们根据论于解释地论啊，解说我们阿含经，解说杂含的部分啊，就这样进一层的来解说。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经典里面处处经上面已经啊，昨天啊讲了五因无常啊，这个苦空无我。我们现在又讲到这个三世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无常啊，苦、空、非我啊。那么目的就是要达到究竟的解脱啊。那么究竟的解脱，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处地。但是在经典里面就讲到，因为观无常啊，苦空非我这样的观，你就会产生对世间的厌离，不会在这个沉迷啊，在世间上了，能够有这个厌离心，而后才能离欲。这欲字是代表一切烦恼。我们为什么会烦恼？放不下，到处牵肠挂肚啊！啊，要这个不要那个。啊，就在这里呢，这个产生啊，这个分别念，产生种种错误的颠倒的行为。那么现在经典说，由于能够正观，有了正观就产生厌，由厌而离欲，由离欲得到解脱，而最后
遍解脱，究竟的普遍的解脱，这是牵涉到智慧啊的这样智啊深浅啊的一个触地。那么首先啊验啊，就是为什么要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就是没有出离心啊，彻彻执着，每样都叫抓得紧紧的，所以厌本身就对治现前面临的世间一般人啊，处处执着放不下。现在啊，有了啊，厌逆想，厌啊，厌离啊。有了厌逆之想，那么我们种种烦恼就不会再现行了。起码有克制烦恼，减轻烦恼，最后解决烦恼。所以厌离欲啊，这个解脱变解脱，这个里面还需要啊更进一步啊，更清楚的解说啊，对关于啊一切法无常啊，苦无我，这是啊普遍的，不是部分的，要这样的观才能达到修学佛法的目标。好，这节课讲到这里。